10月28日，华人经营的大发超级市场在工业市隆重开张。大发超级市场虽地属工业市，但位于核桃市的商业区，临近 Covina、West Covina、Pomona， 距钻石八、罗兰岗也仅有15分钟左右的车程，填补了这一地区没有大型华资超市的空白，是目前该地区唯一一家华人经营的大型超级市场。本市场服务精神及抱持顾客第一的宗旨，每日供应新鲜的肉类、海产、蔬菜及水果，货物齐全，价钱相宜。同时我们员工以服务的态度亲切，以愉快的心情保证顾客的满意，满载而归，采购轻松，称心满意。今天本市的开张得到同业先进的支持，同乡赐赠礼品登报及亲临，我再次的说声谢谢大家。大发超市以经营食品为主，种类涵盖所有华人食品、肉类、水产、蔬果、饮料、烟酒以及日用小百货。超市宽敞，环境优雅，是华人居家生活的最佳购物场所。大发超市在注重打造一流购物环境的同时，秉持顾客第一为经营宗旨，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。大发超市管理团队除经营大发超市外，在 Rosemead 等城市也经营多家超市，具有长期服务华裔顾客的经验。这是全美电视台记者发自洛杉矶工业市的采访报道。